那个右下腿的外侧啊，有拉紧的感觉啊，又有一个啊，又有一个啊，像，那就这样的，这拉紧，又有一个啊，像往上跳啊，要往上跳，把那个飞机拽下来啊，又有一个想跳啊，把飞机拽下来啊，把飞机拽下来啊，啊，像有临界的力量，人家的力量也比人家厉害啊，他认得出来飞机是哪架啊，你躲也躲不了啊，你除非乘马车回来啊，除非乘马车回来啊，不然的话你怎么换飞机怎么伪装都没用，因为人家是看透明的，看得见的啊，是看得见的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啊。